大家好，我们来自朝阳科技大学。啊，我们是朝阳科技大学吉他社的救火乐团，我是主唱柯伯。然后他是吉他手马儿。然后之所以我们团会剩下两个，哎，我怎么笑那么大声？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儿。啊，对啊，然后就是。你刚刚说其他人为什么没来？哦，因为其他人呢，他们可能今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杂事缠身呐、啊，所以今天没办法到场。不过呢，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喜欢我们的音乐这样子。没有。对了，刚刚我们主唱在讲话，我来拉低塞一下，就是今天呢、啊，我们来这个中台科技大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真的还蛮远的，然后沿路又淋湿，你看我裤管卷起来了，都是湿湿的。然后哦，我跟你们讲个小小的故事哦，就是我们的主唱啊，今天真的很懊恼，他觉得，因为他一下完体育课就赶过来了，所以他现在体育服还没换下来，他觉得有点对不起中台科技大学的同学，我等一下想要道歉一下。那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啊，人生最大的意义，谢谢。你不爱这天。因为这天下了雨，你忘了带伞，你讨厌自己，工作不顺利，老板怕了你，你好不容易扶老太太过马路，公车却抛弃你，是什么道理？人潮拥挤，不知该往哪里去，也许人生就是这样，不理会你的所有委屈，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拥有自己，我们享受这独一无二的人生旅程，偶尔也会孤单，偶尔也会哭泣，把握每一秒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，拥有自己莫大的勇气，时时提醒自己的时刻都不放弃，过得开心痛快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。
着